春节联欢晚会也受到大家的密切关注。每年的春晚是由谁主持，和这次春晚邀请的有哪些明星嘉宾，是大家最想知道的。近日公布了一份2018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名单和演员节目名单。2018春节央视联欢晚会的主持人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，都是有着深厚功底的主持人，分别有董卿、朱军、朱迅、康辉、李思思、尼格买提、月亮姐姐、杨帆组成暂定。现在看来，主持人的阵容确实强大。那么此次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的明星嘉宾有哪些呢？一、歌曲《风絮云不回》演唱吴京。二、小品《羞羞的小狗》表演沈腾、马丽、艾伦。三、武术攻守道表演马云、洪金宝、李连杰、甄子丹、邹市明、黄晓明等。四、相声《虎父无犬子》表演郭德纲、郭麒麟。歌曲《因为爱情》演唱鹿晗、关晓彤。小品《狗咬吕洞宾》表演冯巩、宋丹丹、蔡宁、潘长江。歌曲《兔子爱萝卜》演唱杨臣刚、李妙可、王诗龄、谢振轩。小品《最后一张车票》表演韩雪、严学晶、黄磊、孙红雷。小品《罚单》表演李彦宏、刘强东、刘亮、白鸽。小品《吉邦》表演岳云鹏、柳岩、吴忌、刘发。歌曲《三生三世》演唱张杰、张靓颖。歌曲《以人民的名义》演唱陆毅、张丰毅、吴刚、柯蓝、胡静、张凯丽等。歌曲《不完美小孩》演唱少年偶像组合 TFBOYS。 歌曲《对你爱不完》演唱郭富城。节目暂定，图片仅供参考，实际以官方公布的为准。邀请的明星嘉宾，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位呢？这次的节目